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啊，你会不会有时候出来工作会归心似箭？有啊，我就根本不想住在这里啊。早说嘛，我自己的话访问就好。没有啊，开玩笑，就是没有啦。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反而就是安全啊，自身的安全，那个防疫什么要小心啊。你说当爸爸之后会更温柔？我本来就很温柔了。你前几天生气、啊？我没有生气啊。哦，那不算生气。对啊，你们只看到字而已，你们自己揣摩我的情绪。那你是那个很温柔的时候干你俩的。对啊，我们在很多时候讲干你俩都是笑着讲，笑着讲不是吗？哦，也是。对啊，我没有生气，真的没有生气。没有到太生气。真的没生气啊。可以大概讲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难过？没有啦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就是字面上的事，然后也就是多讲无益，反正就是只想表达，就是我的立场啊，就希望说大家互相尊重，对，然后我也希望我喜欢跟理念一样、价值观一样的品牌合作，对，因为就是讲白一点，真的我没有很缺钱，你蛮注意我的粉丝，当然我从你3万聊到110万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没有啦，就是我不知道、啊、大家好像都喜欢看那种就是比较极端的东西，就是。哇，他骂人的，大家就会比较有兴趣。我觉得那个都是来看热闹的啦。有开始感受到就是当爸的辛苦？还好还好，就是现在都还在月子中心，还没回家，所以其实还没真的来。我相信如果有经验有怀孕的妈妈，应该就是后期你就是要坐着睡觉，对，因为就是太大了，对，所以你躺着你会觉得很压迫到你的内脏，对吧、啊？就是。为他要作祟，妈妈是很伟大的，对，所以，孝顺父母亲。说你不喜欢人家把你说过的话当成金句，对对，你会有点困扰，就很矮油啊，矮油，对啊，哪一句话就觉得屁，我又不是这意思。我对，我常常不是那个意思啊，就是搞得我很像马云一样，我没有真的想要负这么大的责任，你知道，我没有这么伟大，就是因为你把它讲成金句，就搞得好像我好像讲的话都一定要。认真去思考，可是，对啊，什么十大，什么什么，爱妻十大金句，对，那超恶的。我每次看，我就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觉得小朋友现在，你目前觉得小朋友现在可能比较像你，还是像谈？都像。那哪里比较像你？对，你说眼睛还是鼻子？都就是，我觉得那个东西都是一个突然一个瞬间，你在他身上会看到你喜欢的人的样子。那